像吗？试试好有力 Check 胶囊，市售唯一顶级双足量成分，还原型 Q10 不计成本加到最高含量，虾红素添加量更是市售产品的三倍，促进新陈代谢，有效畅通健康，一天一粒，充电有力。请搜寻日食一善，或拨打服务专线零二二五零零五五六八，日食一善，善待你的每一天。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n o n n o，浓浓。巨星级小提琴家凡格罗夫回来了，与 T S O 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携手演奏西贝流士小提琴协奏曲经典，琴音化作冷冽孤音，回荡翱翔，展现北国冷冽中的热情。 四月十三，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四月十七，台北国家音乐厅。购票请上 o p e n t i s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提供。 新闻网新闻快又广，台北桃园 AM 六四八，新竹 AM 八八二，苗栗普里 AM 一四一三，台中彰化南投 AM 七二零，嘉义云林 AM 一三五零，台南 AM 一二九六，高雄屏东 AM 八六四，宜兰 AM 六三零，台东 AM 八一九，花莲 AM 八五五，玉里 AM 一一一六，中立中肯中广新闻网。 中广新闻网，News Radio。现在时间十点整。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谢叶荣。台北股市今天是红黑震荡，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下跌二十七点，两万零两百零一点，成交金额一千六百零四亿元，电头上涨一点一八点，两百五十二点三五点。台北外汇市场台币贬值，呃，目前是升值了五点二分，三十一点九零六兑换一美元。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明公开反对花东快速道路、国道六号东延以及环岛高铁三项特别条例。交通部针对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也说呢，这个案子有挚爱难行之处，导致无法推动。 稍早，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琪说，这三项建设不是国民党专利，包括蔡英文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都支持这些建设。而柯建明在野的时候，也曾经推动花东地区发展条例五百亿元。不过现在，民进党连交通民生法案都挡，他说呢，会让全民看破手脚。不管是环岛高铁，还是国道六号，或是花东快速道路，我我们所提出的是法律案。 跟宪法第七十条所表达的预算案是完全不同，预算是不能够来做增减，但是法律案是可以啊，全力的来推动。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提过花东基金五百亿的条例，也是由民进党所提出来，而且不管是在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二零二四的大选当中都一再强调。 花东快速道路必须要来新建。对于福国利民的法案，对于国会改革的法案，对所有拨乱反正的法案，民进党就先以猥亵来诋毁、来抹黑，这是民进党一概惯用的手法。交通平权，生命无价，让整个花东快尽快的来进行，让我们全国国人成为三个小时共同生活圈。 那为什么交通部提出来的书面报告也说这个案子呢有治案难行的地方，所以没有办法推动？交通部长王国才说，过去所有的预算都是经过这个可行性综合规划环比，然后核定，那核定以后就用这个分年计划提到立华院的，然后逐年把它完成。那现在，呃，花东快速道路因为。 我们已经在一百零九年启动可行性，在今年八月，啊会有可行性报告出来哈。所以，我们是觉得在过去，甚至全国哈，各个个案计划都是走这样的程序啊。那如果说用一个特别条例，直接确定它的，比如说经费的规模，还有要用什么样的这这个基金的一个方式哈，那是跟我们过去在走个人计划是不一样的哈。 台北市警用监察器的传输费争议引爆前后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现任市长蒋万安战火。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说，柯文哲八年漠视问题，问题不在速率，而是费率。 外界关注柯文哲任内从两枚提高到三枚，月租费率两千两百块是怎么定出来的？柯文哲则反呛鬼者，还说简单的事我早做掉了，怎么轮得到李四川？而蒋万安在刚刚很明确的说，他已经只是解约了，而且要全面清查，困难的事他来做。我们会全面来做一个检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也会全面来清查，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困难的事情。目前我们认为，啊、呃，警察局。 所签订一百零六年科师傅这一个专案费率的合约是有争议，所以我们会即刻来启动解约的作业。我们态度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好，再来关心最新的民调。ETtoday 民调于发布了六都市政满意度最新调查，在首长方面呢，台中市长卢秀燕以百分之七十点八市政满意度居冠，其次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百分之六十九点九，第三是桃园市长张善政百分之六十九点六，而四到六名分别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百分之六十五点九，新北市长侯友谊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百分之四十八点五。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都是多云到晴，白天高温可以来到三十三、三十四度以上哦，甚至嘉义、高雄内陆跟靠近山区会有局部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以上新闻由谢彦荣编辑播报。哎、欸，吃这家好不好？啊，这是间餐厅吗？窗帘都拉下来了，看不出卖什么哎、欸。 真的耶，搞不好是地雷。嗯，我们还是走吧。狼 K 啊，卖照！哎呀，早知道就贴吸血鬼之盾防晒膜，透明、清晰又隔热。现在就打给 U Plus，赶快来贴防晒膜。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不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十二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说的话呢，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 一个小时。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今天是礼拜一，我是郑尊奇。三月五号前几天，三月二三月二十二号发生的惨绝人寰的这个恐怖袭击，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不过在台湾讨论不多。严格讲，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台湾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多少一些新闻报道。 可是我有时候资讯都得从中国大陆那边的啊各种各样的管道，特别是我现在主要是看微信上面的资讯分析各种各样的角度铺天盖地，大家可能也是就算是为了蹭热度争流量，都不得不啊出奇制胜各取角度。我,我在上个礼拜的耿传媒提到说，我前阵子刚好去中国大陆碰巧遇到了。 两瓶矿泉水啊，两瓶泉，两瓶水，娃哈哈跟啊农夫山泉之间啊那个交错的交锋，身在其中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角度，然后里面的不一样的人，不管支持的、反对的，就算支持娃哈哈的，啊，你这个角度被人家提过，那个观点被说过了，你都得出奇制胜啊，另辟蹊径。 所以呢，一个问题就可以被谈的非常非常细，有很多的角度啊。当然有没有一些夸大？可是总就啊，沙中历金总是能提出一些刺激你。我要讲各种各样的资讯，就刺激你别把事情想复杂、想深刻、想相对清楚。那台湾有啊，什么大 S 什么跟着什么小飞的，就说每天推荐过来就是这种烂新闻，什么暴乳妹有的没的，我看的就是想吐了。 那就轻描淡写报道一下一些重大的事件。问题是，生活如果能够这么太平，那也就罢了嘛，何必杞人忧天？像我这种人自找麻烦。但如果不是，明明危机迫在眼前，可是每天这样子纸醉金迷，然后稀里糊涂、呃，什么就真的是就难以置信。所以我也在这边稍微提一下了啊，就我最近的情景，我等下评论之前。 越来越不想上呃电视的争论节目，当然有很多议题我还是可以谈，我也不相信我谈出别人或者谈不出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就在那个层次，我刚刚讲那个根本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应该集中所有的心力、所有的活力、所有的资源，然后大家变个清楚，不能够有一次含糊，不能有一次拖延，这才是当前最重要。可是我在政坛也混了几十年，活生生。 活脱脱就是不可能做到刚刚讲那样的，真正是跟自己生死有关的议题，竟然可以糊里糊涂，完全混日子，要突破突破不了，这个是我几十年最大的困境，我终究得面对了，不能再每天上电视。当然，我就是希望还能够保留中广、耿传媒啊，这个因为自己能够直接讲的，相对不用去考虑到别人的观点或者别人设定议题。呵呵 几乎是下定决心了、啊。我我跟邀约电视台讲，他说：“郑老师，清明节那一周很多人都请假，都跑去工。”我就說,说好，那我就再支援一周。”啊，那希望我啊，会看我节目人能够体谅。我不是退出，也不是不谈，我会更关心 <coughs>。但是要如何突破那个困境？如果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困境，比如说我等一下要评论的这个莫斯科的。 音乐厅这个大恐袭屠屠,屠杀案，我自己越来越感觉，除了刚刚讲对谈问题的无能为力之外，对于国际现实、于市局的变化，大家都可以看到啊，不是太多的专家都讲到了，眼睁睁也是这样的发生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都是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是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叠加，让事情越来越恶化，让市局越来越诡谲莫测。你几乎到底你不知道下一刻他会什么东西会来。 然后，关关关键是会不会爆发大战，会不会波及到你我？这个以前几乎是想那么多干什么？那现在很多人只能是当鸵鸟，鸵鸟，而不是他不知道这种感知到这种危险。那在面对这种情况，我刚才已经讲，对台湾岛内的政局没有办法突破。关键一句话就是，美国这个这是黑手，美国这个恶势力如果没有办法面对跟铲除，台湾谈什么都是多余的。这是我的感觉。 在那边每天这样，大家啊，当然就有事做。可是到底做了什么事？那么对外事局如此快速在变化，到底会如何牵动？特别是影响到两岸，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我几乎是无能为力。做一个政治评论者，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那实在是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年轻搞社会运动，充满了理想性，别人看我就觉得是个神经病，我自己就不认为。 啊，螳臂党，挡车都要往前冲。可是为什么年纪越大，资历越深啊，可能高好啊，相对对很多事情的蓄积的能量越强，怎么反而会无能为力呢？那就是外面的市局那个变化已经超乎我能力能够承担 <coughs>。所以我常常现在看看，就很多资讯都是看大陆的，觉得自己现在变成在传播界。<coughs> 但是不是从，不是一个政治评论者，像一个像像他们农夫山泉说什么大自然的搬运工，我是一些资讯、国际知识、政治形势的搬运工，不是做政治评论，只是做政治转述。你们也许在听听我内容之前，怎么会讲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只是这样转述，我都觉得愧对自己。 我觉得不应该让自己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虽然我有时候搬运一些知识，在刚刚提到这么封闭的台湾，有时候还是有点点作用。但说真的，大家如果手脚勤快一点，有这个知识的导向，知道这个问题之所在，自己动手 Google 各种各样的方便，都比听过我二手传播都好太多了。所以我才会有这样一个考虑。啊，再讲一遍，但不是推出，就是会暂时下来沉淀，好好做一些思考。 是不是能够重新再出发、再准备，而不要重复循环过去？那真的是啊，几十年就一路一路努力啊，一路就是看不出成果。好，<coughs> 莫斯科这个恐怖袭击，我想多少耳闻了哈。那台湾说真的，连细节都不是太清楚。那现在最重要是谁干的？那谁干的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 从某种角度也不是最重要，但是事情发生了。俄罗斯也不是第一次被这种大规模的、很残酷的恐怖袭击。大家记得在那个车臣战争的时候，车臣的这些勇士们也是攻进去莫斯科的啊，那个那个音乐音乐厅，那一次也是非常惨烈。可是普京政府就是铁腕镇压，几乎是连自己的人质牺牲都在所不惜，几乎全部灭口。车臣那些人几乎全部被啊。 就是最后被被消灭了。那这次不一样，想尽办法就要活捉，因为上一次对手是谁、谁干的很清楚，为何干，那是个什么样定性就很清楚。可这次恐怖袭击是很清楚，可是忽然间跑出这个恐怖袭击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的目的在哪里，这个都是决定的后续该如何应应。在没有搞清楚之前，那如果说这都被他们都跑逃掉了。 或者互相灭口了，啊，或者是被这个所谓的特种部队都杀杀掉了，那反而是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呢，俄罗斯方面处心积虑就是要活捉，所以他们现在已经逮捕了十一个，十一个各种直接间接相关人员，四个就是枪手，那几乎是涉案的动手的都被抓到，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台湾比较少看到很多的很多的镜头。 其中一个，比如说被抓到的时候，被踹在地上，啊，踢踢的满脸，你可以想象抓他的这些军士是多么的愤怒，自己同胞被残杀，对于外来的这些袭击客怎么会手软呢？其中还有一个，来这次的攻击的恐怖分子耳朵当场被俄国的士兵割掉了，后来还把这刀子的亮相上面沾了血迹，说他要去拍卖，他把割下的耳朵逼那个人就吃进去了。 你听我形容，这些都是非常的残酷跟恐怖，那更不要讲。现在出来认账的是 ISS，他们还公布了啊，所谓的枪手视角，这几十秒的这个所谓的枪杀镜头。好，回到刚刚那个议题，到底谁干的？啊，你刚刚郑老师不是讲 ISS 承认是他干的吗？这是不就不是清楚了吗？可是没那么简单，这这个事件充满了诡谲，从左右对抗。 从这个次局来讲，会对俄罗斯下毒手的，当然大家最清楚，就是后面那只大黑手，就是美国嘛。这样推断八九不离十。以前像什么北溪二号这些，那个太离谱的事，谁敢干？这么残酷的事，谁敢干？肆无忌惮就是美国嘛。但是这次很有趣，呃、不是很有趣，是很很很奇怪的是，美国事先警告，就像当年。 俄国要打乌克兰，他说事先预警，而且预警要相当相当精准，告诉他自己的国民在莫斯科的不要进大型场所，更不要进音乐厅，连那个什么样的场所的特殊性质都点名了，而且也告诉其他这么一些国家的说，哎、欸，赶快叫你的强云这段时间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这是第一个。那美国如果自己干，为什么自己要先把这个事情揭露呢？不过以美国的复杂。 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做贼的喊做贼，或者是自己先这样讲，那我就试探你。那倒过来讲，第二个，二国明明知道警告，现在很多箭头就指指向普京了，你怎么都疏于防范呢？这个就是兵家里面讲的，有时候声东击西啊，有时候就不断的把你疲劳轰炸，让你麻木。 因为俄国就讲说，你们又来了，美国人又来这一套了，恐吓各种各样的勒索啊，所以呢啊，有点轻忽。不过，也许政治判断上会是这样子，可是俄国的这些情报部门、特种部门、这个监听部门、安全部门，怎么能够忽略这种呢？所以倒过来讲，也许他们已经非常的忙碌，或者人手因为处于战争状态，各种应有的相关的这种有点松散，或者供这个供应不过来，以至于。 就算可能是个空穴来风，你看美国啊，各种各样真真假假讯息，每一条讯息都要仔细去查证，要防范于未来。显然，公然警告到这么清楚，而且不是一般，是拜登美国总统都开口警告了，这个事情还是发生了。俄罗斯这边的安全安管部门当然是出了很大的纰漏，那么普京最后在政治判断上也出了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并不能。 就完全排除美国人自导自演，那更厉害啊！那我就试探你啊啊！如果你防范了、啊，那我就下次再来。那你几次狼来了，哎，一直跟你讲说会来恐攻会来恐攻，结果没有。等到有一次俄罗斯疏散疏疏那个疏忽的时候，啪，他就来突袭。所以对美国人来讲，这种啊不断的操作，然后又表示自己啊示好，真的是多面刃。 你从某种角度是更高明的操作，我会不会过度妖魔化也神话了美国？说真的不是啊，在作战过程中，这种尔虞我诈，这种复杂的手段，多层次的深层的，现在人大家都很聪明啊，资讯都很丰富啊，集体讨论集体问，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设计的设计，在设计设计到无形的设计，有时候要玩弄计谋是不容易得逞的，所以美国都都都跟我无关了、啊，而且我还是好意的。 可是俄罗斯并没有松口，那当然，俄罗斯最主要是指向谁？当然就指向乌克兰嘛。我现在,在跟你打，一定是你啊，一定是你报复。但是你从某种角度，乌克兰有必要这么笨吗？而且何况和乌克兰第一时间就说：“哎、欸，不是我，不是我，绝对不是我。”为什么？你今天乌克兰如果去做一种对平民的这种屠杀的恐怖分子，这是袭击，你想想哈马斯。 跟那个以色列哈马是很大一部分一开始不太能够取得同情，就是他们的突袭是针对平民的。那何况这种典型的恐怖攻击，而且是针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种恐怖攻击，如果是乌克兰干的，对他有好处吗？他会失掉多少国际的支持？人道的谴责各种各样都来。乌克兰如果够聪明，会干这种事吗？所以理论上，我认为乌克兰干的几率不太大。但倒过来。 从普京的立场，如果如果最后没有办法找到真真相，抓到真正真凶，普京已经讲了，这四个后面到底谁在那边指使，一个都不放过，一定要追出来，而且一定要追究到底。普京已经讲这么清楚了，但能不能真的把真相、把最后幕后一些黑手揪出来，那还在未定之间。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当然是希望把他导向乌克兰。 倒下乌克兰对他眼前最大的俄乌战争就取得了很大的正当性，虽然牺牲了这么一百多个，前至最新只一百七十几个，搞不好还在继续增加，伤者多少都没讲，你就知道那个有多残酷。那在死了这么多人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时候取得更大的正当性，你看这几天他已经加大的对乌克兰各种各样的轰炸，乌克兰也不示弱，马上有所准备，也进行很多很多的反击。 俄国的油库油库啊被炸的起火，在黑海的两支登陆舰也被击落了，他的黑海舰队几乎已经被乌克兰打的落花流水，快溃不成军了。所以呢，双方都加强，那俄罗斯这边出动大量的轰炸，炸了很多乌克兰的城市。乌克兰，我看那个居民都躲到地下室，躲防空，躲警报，战火就升级了。双方啊，特别是俄国之。 当然要对老百姓有交代，一定要有个发射、发发泄的对象，特别同时配合扩展他的俄乌战场的现场的战果。他当然尽量要往那边倒，不过人家很技巧，只是说你不能排除。他这个女的发言人说：“出来帮这些枪手在帮乌克兰辩护的，你们都有嫌疑，意思说你们少在那边胡乱定性啊。”那西方这个媒体当然就是啊，尽量就是炒作。你看，就是 I S S 干的。 我今天看一些报道说，你看啊，他们 I S S 本来是很厉害的，因为跟塔利班是竞争，后来被塔利班这个比下去了，他们一定要搞得更激进啊，才能够这样子让自己有位置，有能够生存。不可能啦，啊,啊，巴这个哈马斯也是到了啊，所谓的沙特跟以色列磨合，他们觉得自己生存受到威胁，就发动了攻击。 S 那 S S 有没有可能觉得说这个越来越弱，越来越觉得没有被重视，一定要干一票，博取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存在，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从某种角度，目前透露的一部分的细节，当然这是不是最后细节不知道。比如说两三个被抓的这些枪手，对着镜头公开啊，俄罗斯人就直接就逼问了、啊：“你们是干什么了？”他们就承认，基本上这四个都承认是他们杀了，已经跑不掉了。但是为何呢？ 为什么干这种这么残忍的事情？他们几乎都是口径一致，说我们为钱办事，我们拿了钱多少钱？一百万啊，这个这个呃卢布，那现在只是拿了一半，先拿定金五十万卢布，为了这样一些钱就杀人，说真的，有点说不说不太通了。当然，也许穷到极致啊，那一点钱也要。 但我觉得更值得探究的是，如果今天这些人是为钱杀人，而且赌上自己的命，这跟恐怖分子一般不太一样恐怖分子是很有理念的，特别是 ISIS IS 这个，他们是理念这么鲜明的，一定是为真主而战，阿、啊、拉、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枪手在过程中并没有喊口号啊，并不是为理念而战呢、啊，很清楚不是啊。更重要，他们还承认说是为钱而战，当然，除非他们有点掩饰。 啊，这个是借借口，要不然，那你今天如果是真的是 ISS 的，怎么会用钱这么东西来解释？何况如果这是你派出去的杀手，你看他们过去那个牺牲的都很清楚，就是我就是什么样的角色，我是为何而战。那这四个如果真的是 ISS 训练跟培养跟提供各种各样的武器进去干了这一票，怎么会在镜头面前？ 嘴唇发抖的承认说：“他们是为钱而战。”这个是有点说不通。可是，在第一时间，这四个是塔吉克公民，ISS 就公布了。俄罗斯这边还先不置可否，那塔吉斯那边就很紧张了。啊，塔吉克斯坦，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一来，当然说，你看我 ISS 马上就能够掌握持枪手的资料、照片、姓名。 那我就表示我是主导者嘛，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代打者，你今天只是一只黑手白手套，你也这个后面的组织也可能给你相关的资料。如果在整体的布局之下，你不能说因为第一时间第一手就证明说，你看就是我的人。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这几个枪手都说他们是透过 Telegram s 被教育的、被告知的，那互相不认识。 然后呢，被凑在莫斯科，然后再发动行动，这么严密的事情，怎么是在塔吉克呢？你 S S 应该是在自己基地训练啊、哦，怎么样怎么样啊、哦？你说在透过别的地方塔吉克潜伏进去莫斯科附近，那有可能。那这四个不是这样子啊，他们都在塔吉克，然后在单线接受透过网路的训练，他们怎么样？来告诉他们怎么弄？你不觉得有点怪吗？S S 这个说法。 好像也不合乎常理。总之，透露各种各样的蹊跷跟嫌疑。我怎么花这么多时间讲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你听了可能头都昏了。但是对我来讲，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特别如果你今天处在俄国，你是俄国人民，你是俄国的这个这个带头者，这件事情能够不搞清楚怎么交代呢？那你今天是乌克兰，那到底是不是我？怎么就可以往我身上栽呢？ 你现在随便讲说，那如果就是土耳其，你说土耳其会不会跳起来？当然不是，跟土耳其不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啊，重点是，哎、欸，怎么这么快有人承认？啊，这么蹊跷，美国的预警充满了各种奇怪的事情，反而是有妖得叙旧。好，俄罗斯现在当然是倾向就是啊，乌克兰。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主客观对他们最有利。但是我也看到中国大陆。 有几种评论也很我为什么说佩服？我就想不到啊！我光吸收资讯，二手三手都觉得看不完全，不敢轻易下判断。你真怕生漏了这个那个，然后你变成一个笑话，连基本 A B C 事实都判断错误，后面延伸一大堆评论。这种重大事情疏漏不得，可是又含混不清、暧昧不明。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很多这个评论员，而且都是民间的，都是自媒体。 我常常听他们有时候讲出头头是道，当然夸大的也有啊，灌水的也有啊，糊弄的也有。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总算是一个非常竞争性的一个言论市场。比如说，我就听到两个人有两种讲法，一个人他他就讲说，是他的推断，他怎么推断的？刚刚前面那些分析完，他说美国这种巴巴巴这种笨骂子，乌克兰吧都不可能。 他一个推断说，很有可能是以色列。哎呦，我一听，哟，为什么是以色列？他就讲，你看，今天哈马斯后面是谁？就是伊朗。伊朗后面当然就是俄国，是连成一气的。所以你今天以色列当然很火大，那老大老子什么东西就不不不负责，不利于出面。今天以色列如果去策划这个，而且以色列的他们的那个情报人员的能力，算是啊，过去高手不少。 所以这种情况是啊，又有就有动机，又有能力，哎，这个也不不不，哎，不失是一种说法，哎，那就多了一个视角。当然，并没有落实啊。那至少在找谁是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干？多了一个理由啊！你前面透过哈马斯搞我，我现在就搞你啊，那又怎么样了？那、啊、另外我还看到有个说法说，他说不是乌克兰，也不是美国，当然不说法国，这都不可能嘛。 但他说是，那就这么近在咫尺，是谁？他也不认为是 ISS。他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俄国境内，大家都知道，俄国自己有很呃有一批人非常的反对普京，甚至也发动军事的啊攻进去啊，做一个起义摇的反抗。那他认为说这些人很有可能啊，他就买通了，收买了这些袭击的恐怖分子进去干这一票。 这当然的说法，因为他们是激进嘛，啊，要给普京难堪。另外，他就讲说，乌克兰境内有非常非常激进的这些激进分子，要让战火升高，所以他们这种情况是策划这样的恐怖袭击。哎，这两种可能戳起来也是打开了另类视角，所以让我们不会简单的像普京，当时急着很简单的就要尽量往乌克兰推啊。但是呢，我们习惯性的说，就美国这是黑手。 然后很很有个 I S S 季亚军出来承认，简单头脑就是你嘛？还在讲什么啊？我是觉得有时候太奇怪的事情，多一些复杂的角度啊，未尝不是好事，能够让我们可能更全面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好事，这是个大悲剧。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个个案的悲剧，一百多人，包括其他受伤的这些死伤的家属，那真的是痛失亲人。 绝对是个悲剧。对俄乌战争，现在火上加油，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啊严重的。那更重要的是，它到底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从某种角度，有人要想办法把普京激怒他，让他失控。普京当然得表现非常震怒。刚刚前面提到，一定要把就凶手找出来，一定不让他好过，一定。 要救责到底，可是他能够失控吗？古人讲怒而兴兵，这个时候忽然间干什么？前阵子你看到马克龙也在讲这个话，北约那些讲这种话，说真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紧急。他会在一个点火，他就失控。目前为止，普京当然陷入某种程度的持久战，但他至少还按照自己的前个阶段，还让自己能够顺利连任。是不是有人让他不让他连任能够好过？ 马上刺激下去，所以呢，这个里面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悬疑，到底会引发普京什么样一个后果？而这个后果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效应？而那样的连锁效应是谁要的？谁会得利？重点是谁会得得会会受害？我们会得利吗？我们当然不会嘛。很多其他无辜人会被被波及，那这黑手会管你什么叫殃及无辜吗？ 这才是恐怖袭击之后之下的最恐怖的事情。进段广告再回来。休息一下，进广告。商学院很高兴这次跟芝芝线上店一起来合作。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将完整告诉你如何跟孩子做金钱语言设定，包含了他在生活当中如何辨别消费的顺序，当中呢还包含他未来要做投资理财规划哦。最重要的是，孩子懂得建立什么是资产。 人生的第一桶金怎么来？你的孩子啊，这辈子都不要为了金钱再烦恼了。这就是你今天跟孩子都需要的理财力。我们透过呢有趣的亲子对话，让你学会如何跟孩子做财商互动。没有人教我们第一堂理财课，而父母亲，你就是孩子的启蒙教练。马上就加入我们吧，这绝对是你今年最好的投资。如何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念？生生不息陪伴你，请上网搜寻“滋滋线上听”或下载手机 APP。 好市集水果报，香气浓郁、鲜红饱,饱满的苗栗当湖无毒草莓持续生产中，你买了吗？彰 <laughs> 化永靖茂子柑、南投民间大红火龙果、高雄燕巢蜜枣，还有台东黑马里有机大木世家，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破拨零二二三六二一九六八。新闻随时听，资讯随时听。三十分钟掌握世界，嗯、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中广论坛，欢迎再回到中广论坛啊！我刚刚整个大半段都在评论这次的恐怖袭击事件，那后续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说真的是很诡谲的哈！这次恐怖袭击是在三月二十二号。 中国大陆网上最近都在流行一个新闻，我判断一下，认为不太可能是真实的，但那反映的一些民众的需求。讲什么呢？说美国的这个第下三号人物，那个沙利文，那个脸巴尾、尾嘴巴、那个下巴瘦瘦那个、嗯、啊，一脸奸臣相了。他在三月二十一号，恐攻的前一天，突起突然的拜访了乌克兰，跟泽伦斯基见面，然后在某个酒店住在那里。 然后啪，那个酒店被俄国用导弹轰炸，炸完之后就烧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有人传说，你看，然后他就不见了，说已经挂了，在那次袭击被斩首了。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太大了哈。那美国到现在没有吭声啊，俄国也没吭声啊？乌克兰也没吭声呢、啊，啊，要反映的那个。 这个很多大陆网友对美国人的痛恨，对这个啊这个坏蛋的痛恨，这些家伙都是最坏、最坏、最毒、最邪的测试，专门在这出馊主意、坏主意的。你看那那些一副那个啊那个白脸、那个那个白脸奸臣的样子，但是很不幸，他不可能这么样轻易就挂了。但我要讲，他这个时候跑去也是很奇怪。 还有一个已经卸任的，他那个女的啊，长得粗粗壮的,的，富国无亲，叫纽兰的，她卸任的时候当然也是哀恨了、啊。她意思是说，拜登爸爸，哎、欸，他也出现在那里，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种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线索，啊，嗯、大陆朋友很多人们自嗨说，把、啊、沙利文死了，这个就算了吧，不要就不必太用这个东西来给自己。我就很怕这种新闻啊，有时候看、欸、我我就就相信了，那被误导，那实在是很糗的。 但是要判断这个有时候真难哈。刚刚有朋友讲说，他都是看大陆的新闻啊。但是我们我们对大陆的情境不熟台湾我比较熟悉啊。这个新闻出来，嗯，我大概有几分判断是什么性质的，是灌水的，还是作假的，还是真的呢，还是怎么样？大陆啊，说真的，缺乏很多脉络啊，更何况是国际性的，更何况国际性资讯本来就是尔虞我诈，所以我回到前面讲那种无力感啊，就觉得自己没有再好好提升，做一个。 转播者而不是政治评论者，实在是有点惭愧啊，自己都做得有点心虚。而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说后面会怎么样？那个地方战火还是密布了哈，沙家对对对加沙走廊，我们就很久没有谈了。那个老百姓这边是战争直接开枪杀人，血肉迷迷糊，那边是活生生在二十一世纪，活生生会被饿死，你看了真是难受。然后那个以色列还是那个蛮横的样子。 红海一样啊，过去中国大陆有不少网站说，哦、我们跟那个也门那个青年军讲好了，他们就是会打西方这些，不会打中国的。可是昨天就很一一台啊，这个还、啊、这个运输货轮叫“黄埔号”的，很清楚是挂巴拿马国旗，但是是中国的。嘣啊，打的五颗，四颗没打中，一颗打中了。虽然没有，好像没有死亡，也没有中，可是也打破那个说不会攻击中国的船只。 我看到中国大外就说：“你看别人都不敢来，我们还是很畅顺无阻啊！在中国被孤立、被围，经常被围剿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啊，对自己有利的，而且很独特的啊！别人那个那那几个列强，这个时候吃瘪了啊！中国好像特别被礼遇，当然觉得很舒服、很爽。但有时候啊，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我也可以理解那种心情。但是这种新闻，我有时候就不敢跟风啊，跟着唱说：‘你看’。” 啊，对，叭叭叭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也是在台湾评论啊，这个非常尴尬啊，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步。不是没有立场，而是资讯匮乏，那个体感不足，那个身体的敏锐度真的啊，麻痹了不少。隔得这么远，好，今天这个大部分就大概就讲到这样的，后续还在发展之中，到底会怎么样？大家真的要睁大眼睛，千力法动全身，古人。 讲的是真的。另外，这个东西真的叫做事发突然，经常是突如其来的，你在意料之外，太多太多的意料，在这几年不断的发生，整个世界观这个整个市局不断的被颠覆，而且朝向不可知，不是越啊越好。今天都没有时间谈各种各样的经济层面啊。我看中国大陆有很多讲他们这个人民币放水多少，那边在讲美债多少。 这有关无情的烟消战争、金融战，那更是恐怖。像我是大外行，为什么让我觉得有点无力是？是基本上跟风讲讲可以，收集资料大概讲一点可以，没有办法深入。更重要，你一个政治评论员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这一部分呢、啊，就跟各位讲讲啊，我已是不断的在布局啊，希望您会了解。回来谈还是稍微可以谈的啊。 今天《中国时报》了啊，没有办法看到镜头的，就听我念。丁于洲冒号，政府应有中站指导。啊，他这个大标题是这样。他、嗯、这丁于洲是谁呢？阿扁时代的前国安会秘书长，也先干过国安局长。那么他的副标题是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称，丁于洲这种说法是强者语言，弱者。 如果谈，那就只是在表示投降。说什么叫做中战指导？嗯、那、呃、台湾我非常讨厌的这个叫苏子云啊，是绿营的所谓的战略学者，也加进来了。三咖中国时报就做了一个报道。那丁于洲听说国外的一些媒体，因为他曾经位居高位嘛，高瞻远瞩啊，或者资讯比较多啊。国安会秘书长现在朱顾立雄啊，那个坏家伙在那边干的，当然就是掌握最重要的资讯嘛。 美国那边也是这样啊，总统的最重要的有关大战略的顾问就是这些这个角色。那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意思是说，打了下去之后，你看看乌克兰、俄乌战争，普京这然打下去，他一开始误判了、啊，陷在那里啊。你要想远一点啊，就是你打下去要讲如何开始，要如何停止。那李启明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李启明是啊。呃 至少还比较站在啊当权派的立场。丁禹州曾经是当权派，现在退下来了。国民党很多退下来之后，被民进党执政之后，那不不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意中还是有同啊，我都要再讲。那讲到这个李喜明，前阵他出了一本书啊，就在讲台湾怎么备战。我已经批评过了。啊，他的讲法是说，你讲这干什么呢？军人就是作战嘛。你那个叫什么中战指导？ 那不是，那是政治人物的事情，军人不管这个。第二个，打仗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中啊，要和谈，那是强者在决定的。你弱者还没打就讲说要有考虑怎么样，怎像像马英九这样说决决战就是中战，啊，后一副就是准备投降的样子，这个是投降啊。那苏子云跟他唱同样的调子，他说历史上这种勤快啊啊，什么汪精卫就是这样这样讲讲了一堆。 一副很专家的样子，我先倒过来讲。苏子云，如果有勤快有汪精卫，你就是啊，你们就是中华民国的勤快汪精卫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爱国者？你不是卖国者？你什么玩意儿？你的台古都国还不知道在哪里了？你就是个卖国贼，还在那边讲？哎呦，持这个论调的丁之后，他们，到底谁爱国不爱国？可以讨论。 但你不要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你站在谁的国？如果你今天站在你的台独国，认为说哦，这种怎么提怎么中战指导啊，等于是这个端朱降书，你说这个是不对的，是投降。那人家不是如果不认同你的台独国，为什么要认同你这个论调？你凭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现当权当政，一副他定调就是正调，就是大家都该听他的，这是最可恶的。我为什么痛恨他们？比讨厌李喜明还讨讨厌李喜明，至少没有当权啊。 像苏子云这种货色，绝对要下一万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事情，坏到极点了。我不是因为说我跟他立立场不一样，我先讲哈，如果人家立场不一样，今天丁于周，已经可能不愿意为台独卖命，他可能爱爱什么什么中华民国，可是发现中华民国被搞成台独了，被虚空化，被掏空了。那如果打下去，为何而战？死得明白吗？死得清楚吗？ 所以他提出这个想法，他就告诉说，未来的这个啊领导者，可能就是在暗示赖清德，哎、欸，你不要稀里糊涂的下去了啊！如果真的，你自己要这该怎么样止血，有用吗？但是我认为丁瑜丁瑜洲这个，台湾的多数老百姓是应该想一想，已经讲太多了，不是在恐吓俄乌战争这样那样子，台湾真的要被当美国人的炮灰吗？真的要被美国人一步一步往深渊推吗？这恐怕比中战。 指导更重要的是不战指导，反战指导。那你李启明前任参谋总参谋总长，他讲的说这是军人的事吗？我真要问了。所谓的现代的军人，从孙中山开始创黄埔军校，蒋介石、毛泽东，他们这个从俄国那边学的，这是现代的军人是有思想的，是有理想的啊。我们以前当兵。 领袖国家主义什么的，主义要有三民主义，要什么为共产主义而战呢、啊？人家 I S S 或者这个这个伊斯兰，他们基督教那混蛋也有很多啊。当年十字军东征不也是吗？那你怎么讲？好像军人、战士，这个不不要去想这个为何而战，不必想，是吗？你是以前那个领钱逃荒？ 没有地方啊，那只没有地方生存，只好去啊领个兵单啊，跑到军队里面去讨生活。现代军人是这样子吗？你李喜明当过参谋总长，你不必思考吗？你纯粹只是在战术面提供怎么样城镇的。丁于洲说他反对城镇作战，你们专门设计这个战争那个战。李喜明还写了一本书，我该怎么样不对阵作战，讲的很得意啊，该怎么搞？你真的只管战术不管战略吗？真的可以这样吗？ 更何况你讲那个什么稀奇古怪的话呢？我是非常啊不同意这个东西啊！我说这个东西只有投降。我退一万步讲，西方人有时候他们是比较现实主义，真的打不过，有些人是临危玉碎当烈士，但有一些人是打不过，他就忍辱负重，宁可投降，徐图后入。为什么不？你不你不把形式讲出来？如果螳臂挡车，以卵击石。 那有什么中站指导？难道是错的吗？一定要去白白送死吗？啊！你说你有勇气，连个明知必输都要打，那你要为理念嘛，有价值嘛？如果你是被美国人当炮灰，被人家玩弄，死的不明不白，而自己以为很英雄，结果是个炸弹一个，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送死？你难道不可以有另类思考吗？ 丁宇宙提出另类思考啊，他就跟他讲叭叭叭，爸爸就开始扣帽子，这是投降啊！你这个弱者，你讲这种话，你要再讲强者语言，你以为你是谁？是啊，那我真的要问啊，你今天如果你是弱者，你得面对谁把我们搞成这样子？李启明。最后，我还是要讲，我刚刚前面讲，他们为什么都是意中有同，好像苏子云跟李启明意见比较一致。 然后丁玉洲好像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所谓站在云端亚斯拉、哑巴吃辣，好能够高瞻远瞩。不管前任、现任，苏子云是现在啊，掌握权力啊，他可能知道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资讯，了解各种形式。但他会不会真实的做正确的判断？更重要会把老百姓的生死安危考虑第一，会不会让我们知道真相？他不可能的。他背后谁在控制我都不知道。不要讲他意识形态，我就不认同。 高八身不由己是谁在控制都不知道，这么一个咖，你就算站在高端，好像你他妈什么，我我服你啊，我信你啊。丁玉洲、李启明，你们都当过高官，而且当过掌握这个所谓的参谋总长啊、啊国安局长这些、国安秘书长这类。可是你们现在意见不一样了，我当然介意这个就好好讨论一下，刺激我们台湾老百姓多思考，这是个该思考的。 但你们同为什么意中有同呢？你们就是我刚刚讲，美国那只黑手，你丁宇洲为什么不讲明白了？你在讲什么中战指导？我们为什么要中战指导？你讲的含含糊糊，所以意思说这个死的不明不白。像俄乌战争这样值得吗？那为什么不值得？你讲啊，你一定有想法、啊。你难道没想法？只是我看到战争就害怕？你是三岁小孩子啊？你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吗？你今天是何等人物？ 你难道不知道国际现实？你难道不知道台湾处境？你难道当年没有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吗？多少人像怎么怎么郭振亮讲的，讲讲讲述一些你们都有太多内幕了。你为什么不敢把内幕讲了？美国那个黑手有多黑、有多脏，在台湾渗透有多深？以前说不派军队来，最近军队都跑来了。 劳工也很头痛啊！你说你知道军美国军人住在台湾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们不是来驻驻军，我们是来训练的。我们这些美国特种部队这教官，他就跟你找插插边球啊。美国人干这种事情，你们都是掌握资讯，位居高位，你们清楚的很。你们讲出来，老百姓多清醒啊，就可以看到很多啊，是你这么事情是啊，眼睛不错了。哎呦，台湾政府应该有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对着高层讲。 你就是如果对着未来的赖清德讲，好像是在善言、进言，可是真正的主人是我们老百姓啊！你领过国家俸禄啊，你今天如果还关心，你应该对着人民讲啊！我们主人被你们蒙蔽，你们蒙蔽我们，怎么你们已经是说是沆瀣一气？所以我说你们意中有同，要不要有中站指导？看法不同，可是你们同的是什么？你们都是不敢碰美国这一块，不敢把窗户纸捅开。 不敢让这个天亮，把窗窗户打开，台湾一直蒙在黑暗里面。第二个，你没有真正面对人民，你搞不好是自私自利，为你自己。人民有知的权利，李启明也是一样啊。你讲了一大堆战战术，这样那样那样的，为什么战？谁在弄我们？美国人的存在，你不知道吗？ 你当然，你可能说说、哦，我们就是相信美国那一套，我们就是自由民主。你如果还活在当年被蒋介石洗脑、反共那种情况，你也不要混了。有什么资格自以为专家？他妈写书在指导？苏子云更是可恶，你难道不知道吗？美国到底干了什么事？最近啊，给这样的武器，给那样的武器，我随便讲到什么，又有什么专家说哦，要怎么样？一大堆这种烂烂新闻啊！ 啊，比如说什么日本冲绳反舰飞弹部队成军，台海战的时候，台海战争的时候具备打击能力，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那美国那个什么啊，国会国会论坛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克罗尼格在讲说，美国应不排除首先动用核武器以阻止中国大陆成功攻占台湾。每天美国人都在放这种屁话，你们三个。 我再点名：苏子云、李启明、丁禹洲，你们都是高高在上啊，都是专家、啊。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不评论这个？隔着那一层雾，然后在那边隔空交火，这个是投降，那个是啊，应该该、啊。我为什么瞧不起这些人？拿来说事，可以借他们的议题来谈，至少《中国时报》还把它当头版头，我才可以讲一下。我再讲一遍，后面真正的东西，这些家伙。 都有责任，他们比我更有能力，掌握更多资讯，就是不讲。而我在台湾这么认真讲的，真的是口干舌燥，都近乎觉得无解。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诅咒像苏子英下地狱？你们罪莫大焉！台湾老百姓，你们被谁害死的，你们都搞不清楚，还在膜拜他们。这个苏子云搞不好下去那台独，哎呦，英雄来了，糊涂到了极点。进段广告再回来。 休息一下，进广告。闹什么、啊？吵议题，闹政治，国家大事不能闹。三月四号开始，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观点 YouTube 频道线上直播；傍晚五点，广播中广新闻网，走到哪都能听。政治轻松说，议题随意聊，新立院、新观点、新立委、新思维，为你带来新观点。 月底有了理财好帮手，不再压力山大。零零九三九统一台湾高息动能 ETF，除夕旺季前抢先卡位高息股，淡季时加码强势股，减码弱势股，月底领息小确幸，投资效果再升级。三月二十日挂牌，下单代号零零九三九。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一小月公开说明书。中广新闻网，News Radio。 <laughs> 中广论坛，欢迎回到中广论坛。我看上面有很多留言啊，就来来不及细看哈。那可是我刚刚提到，前国安会秘书长丁禹州在今天《中国时报》把他报道出来，这个意思是说。 台湾不要盲目的卷入战争，万一卷入，你要知道怎么样停啊！哎，进入就完蛋了，停停什么停？你看看，不要讲乌克兰打了两年多，台湾打两个礼拜，不要讲两个礼拜，两天你都受不了，不要讲两天，两小时，那个恐攻才多久？一下子而已啊！死了多少人？台湾这个社会。嗯 也许到那一天，你想想看，乌克兰今天在中东，死亡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你看到哈马斯那个巴勒斯坦那老百姓多惨了、啊，呼天降地。你想想看，你今天如果你活在那边，你的每天思维，你今天白天醒来一早打开眼睛上班啊，啊，小孩子要怎么安排啊？晚上也去到那里喝喝小酒啊？ 啊，计划怎么样？下次是不是换个新车啊？你所有的思维如果一进入那样的情境，就不一样了。最近是不是增加比较多？比如说像这样的新闻讨论啊，像我们，你打开这几天中共的这个飞机，对、欸，以前比较多在什么西南角，这一次连北边的基隆都已经到了四十海里了。东西南北四方，它是不断不断的逼近，而且越来越多。 当然，这些新闻以前是不会报道的，当然，现在被报道，很快又被麻痹化。可是，像我刚刚讲，什么日本啊，冲绳要设反舰的飞弹部队，那美国那些什么专家三不五时就放一些屁，什么二零二七年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以前有必要去烦恼这些资讯吗？这个就是你生活世界就要被改变，你生命的重心就要做调整。 你生命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时间、未来的规划安排，就不可能像你原来想象的轨道那样。我当然对原来的轨道也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我要的轨道不是像现在发展那样被美国人拖着走，眼睛被蒙着，怎么样被送上屠宰场，像一只牛一样被蒙上眼睛，你都不知道的。这我当然不愿意啊，这种变化不是我要的，所以。 我们已经进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才会出现像丁禹洲这些人开始讲这样的话。注意，我前面虽然有一些批评，但我的立场是，我真的鼓励丁禹洲这些人跟李喜明，你们两个就是好好开个论坛。那要苏子云再找来啊，那些喜欢谈国际现实的，然后开放也让老百姓加入来问，你们不要单方面啊讲一些话，这种都是单面的。然后呢？ 双方各自隔空对话，是有双双方，不是单面，但这是间接的。哎，对这是应该怎么样？直接交锋，多方的。哎，更重要的是不是只有你们这边？你还要让群众参与，群众监督。台湾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事情。问题是没有人要促成啊。像这些媒体也是点到为止啊，哎，不会说火烧屁股啦，急的要死，说这么重大的问题要谈清楚啊。 要把它当做首要之物啊，没有什么时间浪费了，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在那边做弄一些什么暴露妹啊，什么什么呃，什么拉拉队啊，什么大鼓强平这些，那冲散这些东西，那有可能应该最优先,先，最优先。五二零要怎么样？谁要怎么样？你们这些什么这边高官厚禄的，四味素餐的，可以不面对这些生死关头问题？哎、欸，整个台湾的环境应该塑造成这样子，不是啊？哎呦！ 香港通过二十三条，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塑造一种恐怖气氛，那只是这样，好像又跟你很遥远。然后呢，眼前自己该怎么样？啊，你可以讲那边怎么样？怎么样？你讲完了干嘛？你就是要塑造恐中，然后呢，恐完之后呢，哎，他就继续把你蒙着，这就是我最痛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听过广播，我们应该来敦促你们这些有权有势、自认有看法的，也该负责任，晾在太阳底下。 所以倒过来讲，立法委员也不要天天问那些有的没的，民生当然要问，电价涨不涨当然要问，那些混蛋啊，监察院这样瞎搞，当然该问。陈忠彦有没有叫什么小云国控吗？要问。可是像我刚刚讲，更应该问，而这个也不是只有国防安全委员会，整个立法院代表民意都应该把台湾最重要问题搬上舞台政治论场，好好搞清楚，要不然没救了。下礼拜见。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收听收看。休息一下，进广告。中广新闻网最新节目资讯：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钟，中广论坛全新阵容；傍晚五点，新立院新观点，用你听得懂的语言说政治。